吃肉都一样，那是为了活着。如果是为了食物这么做没问题，但如果是没有意义的杀戮，那就这儿能看见吗？这儿能看见。正好中间给我放一个那个扑克，看看。容易不定，不容易不定啊！激光笔，拿来就扔到画里头就完了吗？能放里头。对，行。啊，那再拿出一个来，那再拿出一个来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男生宿舍，老师，女生宿舍都满了，我们那边也都满了。能不能让他去你宿舍挤一晚？明天我再帮他安排。好吧。啊，老师，我。被子过来盖上就行了。好。好。快点，去去。就这吧，就这吧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吧？好，可以啊。唐山，唐山 OS， 这不可能是现实，做梦，一定是做梦。睡醒了就正常了。好吧，再试一次，你们感觉一下。这会儿感觉是游戏的感觉，这会儿才是多好玩的。哎，你看那个怎么样？你看，哥哥镇定一点，妹妹怎么看？啊，这种啊，已经开始。跟你说，今天肖亮受伤了，就是。大哥哥带着妹妹逛街吗？走，带着你逛街。这个先盖上。这个先盖上。就是小五。哎，你先盖好，厚一点。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有没有人往这边走啊？对。穿不穿？哎呀！哦，我是不是小五？我跟你说，干啥玩意儿？我们也是来骗钱的。十四五岁。你看他现在在哪？他现在在哪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真是不知道。个子不太高，脸圆圆的，像你一样可爱。妈妈，我把他拿上去。